少年开着车在大马路上狂飙，似乎有备而来，果然一靠近住宅区附近，竟然拿出手枪对空鸣枪。走啊，王哥，我会爆到车。啊，你要下车。巨大的枪声冒出惊人火光，不仅轿车的警报器跟着响起，许多住户也都吓醒，但少年们没有因此作罢，反而更嚣张的就在大马路上叫嚣，甚至飙骂不雅字句。事发就在十二号深夜，桃园龙潭区闹事少年疑似和人有纠纷，才会趁半夜故意开枪示威，还将整个过程录影PO上网。警方也将通知这几名涉案少年到派出所，要来厘清整起案情。